是非常棒的，可是其实我觉得你根本是后天也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哦，谢谢，天生是本来就很好的资质了，所以他也是非常卖力歌姬好了，哎，好像不大好听哦，卖力，对啊对啊，叫什么歌姬这样想一下，等一下再想一下好了哈、哦，但是刚才歌迷朋友都觉得要再唱一首歌曲好不好？好，我好紧张哦，这首歌曲一定要好好的唱，你们一定会唱的。对，我们大家一起大合唱好不好？今天就变成阿令卡拉 OK 时间了，这首歌曲就叫做《幸福了然后呢》。Yeah! 希望这个不要破音，在高雄没有破音，在台南一定不会破音。Oh!
你都非常非常的幸福哎。Uncle 没有 Uncle 了啦，我们今天现场呢唱三首歌，就像是要感谢跟。